那这个是红菜头啊，有抗氧化的作用，有抗癌的作用，营养丰富啊，是一个非常好的食品。我第一次买了这个食品来煮啊。那这个我们这一次是画蔬菜写生，就是红菜头的写生。那首先先画其中一个部分啊，可以画主角的部分。这个红菜头呢，那我们可以先画它。画的时候用湿的画法去慢慢画，然后用斑点的方法去表现它的这种质感啊。这个是很湿的时候画完了，然后在半干的时候再加。那部分像这个部分呢，它比较丰富变化。比较清晰一些，没有那么化水啊，可以等它干后再慢慢具体的画，用干画法去画啊。那我们画这个叶子的时候，先画一部分啊，然后用水把它渲染一下啊，它就有明暗的变化不同。这个是浅色部分啊，画完之后再加第二层、第三层。我们画叶子先是一个地方很多叶子，所以我们第一片画了之后，再画第二片、第三片，慢慢将它合缝啊。合起来，这个叶子的方法大多数是用干画法去画啊。无论干画法还是湿画法，每一次画的时候都要有明暗变化、色彩变化，渲染它，让它有一种立体感，变化比较多一点、丰富一点。那我们学画水彩的时候，会很注重，画画的先后次序和步骤。但是我们画纯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能很自然的画上去了，啊，就没有分什么浅什么厚了。通常水彩画是先画浅后画深，这个练习呢，你可以看到是先画一部分，然后再画另一部分，比较难。有的地方没有起稿哦，我这样画，所以可以先用一些颜色的东西画出来，例如是这个红色的叶脉，我们把它画出来，然后再加其他颜色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位置是什么，每加一个部分的颜色的时候，都有深浅这样子的变化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先画浅色的地方啊，然后半干的时候。也可以加一些斑点啊，丰富它的颜色。那么比较边界比较清晰的地方呢，都用干画法去画。
那画这个葱的时候，先画一部分，再画另外一部分，一条一条画，它是隔开画的。例如是画到这一个地方，如果和隔壁的葱一起画的话，它就会连在一起，最好是隔开一下，让它画。画葱的那个一条条的叶的时候，我要小心，它有前面的、后面的深色和浅色之分别啊，还有一些地方是很白的，一些很浅的颜色。我们最好画出它的精细植物的精细变化，这样它就有植物的美感。还有葱的前面那一半那个部分有一点像根部啊，那个根部用什么画呢？用留白笔去画啊，根部用留白笔去画，之前已经画好的了啊，要特别小心根部一些精细的地方要保留 空白。那你们可能越看越糊涂啊，不知道画哪里去了，有时画这边，有时画那边。但是等了一片干了，旁边干了，才能再画，然后就隔开去画。现在是画这个红菜头的树叶，它本身是深绿色的，也有些叶子带有红和紫的颜色啊，色彩很丰富。这个是第一片颜色，第一片颜色呢，我们可以一个小片一个小片去画，因为它边界叶子和叶子之间是比较清晰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去画。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绿色加一点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，它会变成深一点的绿色，这种颜色很接近植物的一些颜色啊。相反，植物很少有纯绿色，就是 50% 的黄 50% 的蓝的那种纯绿很少，通常都是草绿色的啊。我们拿绿色去调一些红的颜色呢，非常好，这个颜色很接近是植物的颜色。那每画到一些植物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它有些特点，它有一些比较精细琐碎的地方啊，我们要特别保留，而且把它画得更加有美感啊。那这个地方太多水分，然后我用纸巾把它吸干净啊，然后再画一些比较干的方法。有时水分太多可以用纸巾去吸干净了，但是要小心哦，不要这个把它搞得很肮脏啊，过了界就不好了。那叶子分开很多小的部分，一部分一部分去画，要知道它哪一部分是前哪一部分是后啊，要前后关系要搞清楚。
那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先可以先画深色，然后浅的地方加点蓝和紫的颜色，让它自然炫化。那么这个颜色调出来呢，当然是有点灰灰的色调了，因为冷暖色交配在一起，它就会灰啊。然后画了之后，等它干透一点点的时候，再画其他的地方，让它渲染啊。水分要有恰当，不能多也不能少啊。那这个就是植物的一些美感，还是有斑斑点点，非常丰富。有些地方要把它印干一点啊，如果过了边界，要把它修改的准确和细心一点。这个红钗头的头部部分还有一些是精细的，我等一下再画，现在空白。那就现在又画到番茄了，番茄先画一些，西红柿先画一些中间的浅色的地方，然后高光的地方用清水慢慢去画啊，要把它过渡清水啊去画。然后每一小部分每一小部分的去加颜色，每加一种颜色色彩都要丰富，色相要有变化。什么叫色相变化呢？色彩的种类要有变化，不要用一种颜色去画。那这个画完浅的颜色之后，很快速的画一些清水啊，把笔洗干净，画清水，把它炫化啊。来记住，这个里面呢要用水分去炫化，但是这个番茄的边要很细，不能够含糊啊，要很细，要准确，要有准确啊，不能过界。那现在我们画到的地方是葱的根部，我已经用留白胶留白了葱的根部啊，这一点你们要特别小心，葱的根部是用留白胶留白的。那我们越画越精细啊，它很多这个植物互相穿插，没有规律，千万不要像排队一样排得太齐。有时我们可以细心观察，或者是摆设它去画，有时可以加点加工自己的想象去画，千万不要画得太平板。那这些精细的叶脉，还有它的这个枝，要画的精细一点，要表现出植物的一些美感啊，自然的美感穿插。然后你看这个整个步骤都是这样画，那边没干画这边，这边没干画那边啊，一直一直等它干了再画。这个步骤，第二步、第三步，大多数是用干画法的原理去画。Thank you.
那我们画这个番茄的时候，三个番茄都要有不同的颜色啊。这个番茄可以加深一点啊，把它的这个前后关系拉开一些。如果三个番茄同一个颜色的话，就非常没有美感了啊。这个番茄要加重一些，要让它有自然的喧哗。有些番茄很平板，我们可以改编一下，然后把其他番茄的特点画上去也行啊。记住这个绿色的地方可以不留，番茄绿色的地方可以不留，我们之后干透再画。我们水彩画通常要留浅的颜色，不要留深色的颜色的部分啊，深色可以覆盖上去，浅色就不行了，所以要留浅，不留深色的地方。我们现在画一些精细的地方啊，反复修改。精细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，我开头的时候不画，保留它，因为它色彩变化很多，它边界也是很清晰，所以要用干画法去画。当整张画已经画得接近完成的时候，我们加深深色的部位。那要特别小心，有很多同学用黑色去画深色部位。这是不可，我们不建议的，因为大多数的深色不用黑色，水彩画我也不用黑色，即使是很黑的地方，我们都要把它调整到比较灰的，灰一点、浅一点，不要用纯黑去表现黑色的东西。那我们先加这个番茄绿色的这个部分啊，这个是第一层颜色，第一层颜色比较平板啊，然后干透之后再加第二层、第三层，让它有明暗关系，它是有明暗关系的。这个是用干画法去画啊，那这个冲。我们已经加了一些白色的地方了啊，你见到浅蓝色的就是留白笔加的地方。最后干透之后，我们用擦干净它，它就会有白色的东西。我们再调整一些白色的根部啊。那么这些精细的地方呢？那现在我们画红菜头精细的地方呢，可以慢慢加深，加一些紫红色的地方，把它加深，那让它色彩丰富。那这个红菜头，它是它的叶，还有这个叶脉的地方，色彩都很丰富，有一些红紫的颜色啊。
这个整个蔬菜是很特别的，很有色彩感的。我们可以买多一些有趣味性的、比较古怪的蔬菜去写生啊，去锻炼我们的色彩感啊。这个练习是水彩画初班的练习。我们水彩画初班有很多不公开的一些影片啊，提供学生练习参考。除了看我们的片影片之外，还有和我们交流。我们通过每个星期通过一些视频那个网络和你们联系，还有通过 Zoom 和你们联系。和你们沟通，修改你们的功课，讲解你们的功课有什么缺点优点，保证你们的学习的这个成果啊，你们一定可以画得更加好。那么这个榜页我们已经测试了两个多月了，非常成功，很多同学已经报名画得很好。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帮到你，你也可以学到很好的水彩画。